有点像大的超级大的，有点湿湿热热的。连第三个位置都点出来，就是你之后可以改第三个位置。那我的第二个位置会点在第一个跟第三个的中间。看一下，哎，第三个，第二个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可以去加点补看。第三个三个位置可以帮我大概点出来。左边耳朵比较小一点。不要脸看，他有可能会
就是堵住我们伤口的部分，就是太多也不好。啊，三天后都要帮我转针哦，针是握着后面的头后头的部分，就是转三到五天。好，那你要帮我把那黑色检查掉。哦，谢谢。转针会痛吗？转针其实你不要去勾到舌头，它是